手了，我们还是朋友吗？这是我对你最后的爱，完成了这段曾说好的旅程。我坐在副驾驶座的位置，看见了这样的人生风景，终于来到了这一场梁文音的演唱会。爱是什么？爱其实很残忍吗？原来爱情会让孤独的灵魂成熟。还以为坐在你的驾驶座旁，就此摆脱孤独。一个人的流浪，跟在你身边的流浪，两人一起看见的风景，原来没有那么不同。其实我不是你想象那么勇敢，当时说好的旅程，我们应该如何完成呢？分手后还有可能完成曾经的梦想吗？我今天终于明白了，以前在爱里曾说过的承诺，从不爱的那刻起，都像泡泡般幻灭，就像花火一再被抛上空后消失，如今只剩一人阴影里独步。原来人生的幸福是必须经过很多转折的，哭过就好了。还好这些记忆帮助了成长，我在与你的平行时空里释怀了。一路以来辛苦的过程，更造就了现在我的懂事。听见梁文音，了解到爱有很多形式，满满的爱一直存在。我知道人生还有许多最幸福的事，是最幸福的事。